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欢迎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观看《华夏之恋》北加州网络旗袍 T 台走秀汇报演出。我们周围有那么一组亮丽的人群，他们的气质将仰慕点燃，他们的优雅将剧情婉转，他们将华夏之美传承百年。他们是身着旗袍的女子，行走在似水流年，他们雍容超然，优雅灵动。这些行走在美国西岸的旗袍女子们，不争不比不评判，只想今天比昨天更美，现在比过去更美。疫情没能阻止他们追求美的脚步，这些坦然生活在异乡的丽人家院，不断地将华夏情节点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欣赏傅云老师旗袍走秀班的佳丽们带来的旗袍走秀《华夏之恋》。